方寒，你的修炼境界如此之快，必有奇遇。这不是方寒吗？天魔战场上，师弟你被打得匍匐在地的样子，当真令人记忆犹新呢。山河榜第三是吧？我记住了，我会在山河榜上找你。深渊血狼极其狡诈。 体型也是瀚海沙漠的血狼数倍，但注意他们头上凝聚的血晶，却是炼制丹药的绝佳用场。那他们要走？